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家爱茶站，交通呢很方便，浦东捷运站出来步行大概5分钟的距离而已哦。走过天桥后呢，往成品方向走，抵达板桥元素大楼，位于在这栋大楼的2楼。这家爱茶站呢有令人惊艳的夜线包厢，还有主题系列，在楼下看到广告墙呢，就觉得好特别，好期待哦。从门口进来呢，往2楼前进。2楼电梯打开呢，就是爱茶站的。正门口陈列着一座蛮有特色的公仔墙，这是他们的柜台。公仔呢，这边我忍不住就拍了一下，因为它有很多蛮有特色的公仔的。它的包装区域呢，总共分为3个系列。一般的包厢，主题式的包厢区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夜店风的包厢区，这个还蛮特别的哦。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主题的包厢区，女生的厕所上面有一个 Queen， 还蛮可爱的哦。一般的包厢区，现在呢，我觉得最亮眼的夜店风包厢区，里面的包厢设计呢，其实真的跟夜店差不多哦。旁边呢还有大型的包厢，适合一群人来哦。男生的厕所，上面呢有一只可爱的 King， 这是他们的菜单，种类还蛮多样的哦，选择性还蛮丰富的。简单介绍一下几下他们经典的餐点。是非特殊的茶饮，紫色魔幻，海洋之星，蝶豆荆棘柠檬。青酱蛤蜊意大利面，炸物拼盘分了蛮多的哦。
而且啊，这是瑞根今天争取要送给大家的哦。只要在影片留言，我想去爱茶站，就给大家抽奖喽。总共有5个名额。星际花椰披萨，浪漫夏威夷披萨。新推出的综合水果冰淇淋松饼，炸物拼盘分量蛮多的，大约3到4人的分量。饮料呢，记得搅拌后再喝哦。综合来说，爱茶站价格不贵，又很有特色，相当适合情侣或是一群的朋友来聚会。大家记得可以来留言哦，瑞会送出5张拼盘的兑换券，可自由选择炸物或者是卤味的综合拼盘哦。今天分享到这边，大家如果这类型的影片喜欢的话，请按赞跟分享哦。我会制作更多这类型的影片。